栾詹奎、詹凯、王腾超、涂张凯、张俊浩都说 98% 的胖子瘦下来不是帅哥就是美女，可是据说有 80% 的人是瘦不下来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坚持。如果你想努力成为那 20%， 那就必须要有所行动。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是那 20% 呢？到底怎么坚持？钱贤哥今天带你去看看兵哥哥是怎么做的。在部队里，体能训练大纲规定军人体型标准，如果体能不合格，那就意味着你当军人的基础都没有。下面兵哥哥免费跟你瘦身秘籍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一般俯卧撑，双手略宽于肩，双脚并拢，上下推举，主要锻炼胸大肌。再去俯卧撑，双手与肩同宽，双肘向后弯曲，主要锻炼胸大肌中分和肱三头肌。宽去俯卧撑，双手远宽于肩，其他姿势与一般俯卧撑相同，主要锻炼胸大肌外侧和肩膀。左右起伏俯卧撑，双手略宽于肩，用胸大肌控制身体随上下浮动，左右摇摆，从左到右，从右到左交替进行，对胸大肌外侧刺激效果最好。左右交替俯卧撑，在完成一次一般俯卧撑的基础上，交替举起一只手臂，主要锻炼胸大肌、三角肌、阔背肌，联系协调性。鳄鱼爬俯卧撑，以左脚右手、右脚左手行进，每走一步进行一次起伏，主要锻炼胸大肌和腹肌。扑跳俯卧撑，在一般俯卧撑的基础上，手臂、腰腹、腿部同时发力，使身体腾空再落回。左右移动俯卧撑，完成一个标准俯卧撑后，向身体一侧移动，再做一个标准俯卧撑，再向相反方向移动，主要锻炼腹肌和肩膀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腹肌撕裂。一般卷腹，注意腰部不可离开地面，此外腰部受伤不适合做此动作。俄罗斯转体，双腿腾空，上半身基本45度，双手交叉左右摇摆，坐姿收腿，俗称两头起，双手抱头，双腿与上半身同时收起。空中地腹，训练者仅有臀部着地，上半身与双腿均离地面45度，每次5分钟，每天4组。俯身登山，腰部不要下塌或者上翘，腹部用力使大腿收缩到胸部。空中自行车，腿部不应太低，注意一定要腹部用力，否则容易把腿部肌肉拉伤。平板支撑，锻炼稳定性，提高核心力量，磨练意志。最后附赠几张养眼兵哥哥的帅照，想和兵哥哥一样帅吗？照着他们的秘籍行动起来吧。邮箱 imqxbs@163.com， 主编陆雄飞，刊期15147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